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四十题，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。 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。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。一，你一直看手表，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？我九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，经理有事情找我。再见。 一，你一直看手表，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？我九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，经理有事情找我。再见。二，你想什么呢？要出去吗？明天同学结婚，我在想。 穿哪双鞋好呢？二，你想什么呢？要出去吗？明天同学结婚，我在想穿哪双鞋好呢。三，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，我骑了四个月了。 一共瘦了六斤。三，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，我骑了四个月了，一共瘦了六斤。四，真的不需要吃药吗？不需要，回去多喝水。 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四，真的不需要吃药吗？不需要，回去多喝水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五，你看，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好极了。 只是你要注意身体，我记得你有一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。五，你看，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，好极了。只是你要注意身体，我记得你有一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。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六，他总是哭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？给他一块糖，或者和他做游戏。六，他总是哭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？给他一块糖。 或者和他做游戏。七，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？很大，我做练习的时候，它很有帮助。七，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？很大，我做练习的时候。 它很有帮助。八、啊，眼镜、帽子、地图、啤酒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好了，准备的很认真，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八、啊，眼镜、帽子、地图。 啤酒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好了，准备的很认真，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。九，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，我愿意做饭。九。 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，我愿意做饭。十，告诉我你想看什么节目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是读我的书吧。十。 告诉我，你想看什么节目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是读我的书吧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。 去锻炼身体，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。 才五点，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。 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。我以前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，到北京两年后，我才发现。 不是这样的，北京话和普通话是相同的。十一，我以前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，到北京两年后，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北京话和普通话是相同的。 十二，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，我在七零七。如果我不在，你就上八楼到八零三会议室找我，我可能在那儿开会。会议室在八层。十二，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，我在七零七。 如果我不在，你就上八楼到八零三会议室找我，我可能在那儿开会。会议室在八层。十三。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，那几本书都还了。 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到。他已经到了。十三，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，那几本书都还了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到。他已经到了。 十四，这辆车现在能卖十万块钱吧？我两年前买的时候花了二十多万。这是辆旧车。十四，这辆车现在能卖十万块钱吧？我两年前买的时候花了二十多万。这是辆旧车。 十五，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太甜了；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害怕长胖。但小孩子看见蛋糕是不会客气的，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。小孩子爱吃蛋糕。 十五，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太甜了；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害怕长胖。但小孩子看见蛋糕是不会客气的，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。小孩子爱吃蛋糕。 十六，我这次来北京，只能住三天，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两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。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。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。十六，我这次来北京，只能住三天。 所以，我只能选择一两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，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。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。十七，每次坐火车前，周明都会去超市。 买一些东西，除了面包、水果，他还要买一些报纸。周明坐火车时喜欢看报纸。十七，每次坐火车前，周明都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，除了面包、水果，他还要买一些报纸。 周明坐火车时喜欢看报纸。十八，他有很多爱好：唱歌、画画、踢足球、玩音乐，什么都会，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。他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运动。 十八，他有很多爱好：唱歌、画画、踢足球、玩音乐，什么都会，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。他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运动。十九。 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电脑看电子邮件，然后才开始别的工作。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。十九，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电脑看电子邮件，然后。 才开始别的工作，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。二十，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？这种手机很便宜，只要两千多块钱，它还可以照相，现在卖的很不错。 他们在买空调，二十。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？这种手机很便宜，只要两千多块钱，它还可以照相，现在卖的很不错。他们在买空调。 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 谢谢，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。 现在好些了吗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男的怎么了？二十一，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 男的怎么了？二十二。服务员，我房间里的灯坏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。他们最可能在哪里？二十二。 服务员，我房间里的灯坏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。他们最可能在哪里？二十三，真奇怪。 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大家都在那边看新来的大熊猫呢。关于大熊猫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三。真奇怪，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大家都在那边看新来的大熊猫呢。关于大熊猫。 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四。又下雪了。今年下过几次雪了？已经下过两次了，这是第三次了。今年下了几次雪了？ 二十四，又下雪了。今年下过几次雪了？已经下过两次了，这是第三次了。今年下了几次雪了？十五。 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，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。你再向南走两百米就能看到了，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。女的要去哪儿？二十五。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，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。 你再向南走两百米就能看到了，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。女的要去哪儿？二十六。我看您对中国历史很了解，您是教历史的吗？不是。 我是教数学的，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。女的是教什么的？二十六。我看您对中国历史很了解，您是教历史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教数学的，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。女的是教什么的？ 十七，27, 你喜欢踢足球吗？我很少踢足球，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七，你喜欢踢足球吗？我很少踢足球，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二十八，这个冰箱太旧了，我们买个新的吧。同意，去年我就跟你说应该换一个新的了。女的希望怎么样？二十八，这个冰箱太旧了，我们买个新的吧。同意，去年我就跟你说应该换一个新的了。 女的希望怎么样？二十九，休息一下吧。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，下山难，你不知道。 他们做什么了？二十九，休息一下吧。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不知道。他们做什么了？ 三十，我明天早上的飞机，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？好的，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。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？三十，我明天早上的飞机，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？好的。 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。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 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吧，一起吃。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。 刚才天气多好啊，突然就刮起大风了。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。你是南方人，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？也刮风，但没有这么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三十一。刚才天气多好啊。 突然就刮起大风了，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。你是南方人，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？也刮风，但没有这么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三十二。 你准备了几双筷子？三双啊！再拿两双。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好、哦，妈，碗在哪儿呢？说话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三十二。你准备了几双筷子？三双啊！再拿两双。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。 我们一起吃，好、哦。妈，碗在哪儿呢？书画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三十三。我帮您拿行李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个蓝色的是我的。 哪个是您的？右边那个最大的，蓝色的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那个行李箱是什么样的？三十三。我帮您拿行李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个蓝色的是我的。哪个是您的？右边那个最大的，蓝色的。 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那个行李箱是什么样的？三十四。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晴天，比今天冷。那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 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。你决定了？好，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三十四。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晴天，比今天冷。那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。 你决定了，好，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三十五。李老师，您有两个孩子？不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 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？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，我女儿的好朋友。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？三十五，李老师，您有两个孩子？不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？ 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，我女儿的好朋友。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？三十六。现在天短了。天短了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就是说。 白天的时间短了，天黑的时间早了，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晚上的时间长了，白天的时间短了。天短了表示什么意思？三十六，现在天短了。天短了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就是说。 白天的时间短了，天黑的时间早了，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晚上的时间长了，白天的时间短了。天短了表示什么意思？三十七。 小姐，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？下午两点半。谢谢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先看一下您的票。好，您向左走，坐电梯上二层。关于表演，下面哪个是对的？三十七。小姐。 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？下午两点半。谢谢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先看一下您的票。好，您向左走，坐电梯上二层。关于表演，下面哪个是对的？ 三十八，38, 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，是，下周五的飞机。那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上一层楼。谢谢您。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？三十八，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，是，下周五的飞机。那祝你在新的一年里。 学习更上一层楼，谢谢您。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？十九，我的护照在你包里吗？没有啊，只有我的，你的放哪儿了？奇怪。 我记得给你了，你看看，在你自己的衬衫里呢。护照是在哪儿找到的？三十九。我的护照在你包里吗？没有啊，只有我的。你的放哪儿了？奇怪，我记得给你了，你看看，在你自己的衬衫里呢。 护照是在哪儿找到的？四十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，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些。男的刚才为什么没接电话？四十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些。男的刚才为什么没接电话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